Hey, 各位同學，我們現在來到討論呢，我們書上面的 Example 1， 這個就是 Example 1， 看看題目先。他就說呢， In the figure, POQ is a straight line， 這些都是重要的資訊來的。 If A is equal to C and B is equal to D, prove that SO perpendicular to PQ， 就是說呢，他想我們證明呢，就是這條線呢， OK， 還有呢，另外一條線呢是 perpendicular 的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如果 perpendicular 嘅話咧，咁佢就應該咧係有九十度角啦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咧 ，either 你要證 A 加 B 係九十度，或者咧你要證 C 加 D 係九十度，咁啊是但一個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試下睇睇先嚇，等於幾多咧？啊，我知道咧，因為 PQ 係一個嗱 ，PQ 咧係 straight line 嚟噶嘛，係咪？既然係 straight line 嚟嘅話咧，咁就應該有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， 所以咧我哋可以寫低咯喎。A 加 B 加 C 加 D， sorry 唔夠位要寫下，等於180度。記得寫 reason 喎，就係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。嗱 ，reason 係好重要噶 ，OK？ 但係知道四就加埋180度，但係我係知道 A 等於 C 喎。好啦，咁我就話咧呢度就變咗係 A 等於 C， 咦 ？B 又等於 D 喎 ，D。OK， 加 C 加 D 等於180度，咦，咁就變咗係 2C 加 2D 等於180度咯。咁如果全式除翻2嘅話，咁當然我哋可以抽 common factor 啦。咁正常就係咪抽 common factor？ 如果約簡咗之後咧 ，C 加 D 咪等於90度咯。咦 ，C 加 D 咪即係我哋嘅 angle 係邊只 angle 啊 ？C 加 D 係咪即係呢啲 angle 啊？就呢只 angle 啫喎 ，angle SOQ 啊，嗬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話咧 ，angle SOQ 等於90度，咁即係話咧 ，SO 垂直於 PQ， 嗱，咁我哋咪證明咗咯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就做到呢度啦。